案子终于结了，一会儿去吃点什么吧。今天结案的早，一会儿去吃烧烤去。那你会叫什么姐姐电话？烧烤我吃不了啊，我最近上火。咱去吃火锅吧。火锅？还清淡吗？它有番茄锅底的呀，那个吃着还挺好的。小林吧，也行。我觉得你上火了，你就喝点粥什么的。那粥喝了不解馋啊。主要是我觉得那火锅真的想吃肉。吃鱼，鱼可以吧？吃家常菜。鱼，那你没翻什么意思？就是专门做鱼的馆。对对对。那就去吃酸菜鱼呗。楼下刚好新开了一家。